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大家好，我是许源，我出生住香港，加拿大留学。咁我翻到去香港之后，喺呢个演艺行业嘢，亦系活跃咗30几年。OK， 系一个大家庭。咁因为我系最细嗰、那个，咁我就由细到大就听我哥哥姐姐听嘅 rock and roll 啊，欧美流行歌曲啊。Jazz 啊，我都乜都听，咁就变咗我就养成我好对音乐有个好宽阔嘅兴趣，宽阔嘅耳朵，我可以吸收好多唔同嘅种类音乐。嗰、那个年代翻到香港，咁我又好有好运咯，一翻到嚟香港，我就同好多巨星合作啦，咁有得前辈巨星例如 Leslie 啊、梅艳芳啊。许冠杰啊，罗文啊，咁都俾咗我好多好多嘅机会同埋营养，我等我自己可以去成长，作为一个创作人或者系一个制作人。佢嘅音乐无论系慢歌快歌啊，都令到好多人啊受到好大嘅感染。关于我同佢嘅合作就系一段好好有趣同埋好。好开心的8年，我哋能够创造到一段香港音乐上同埋头先你讲啦，美术上都系啦，一啲突破打开咗好多门俾后生仔或者后我哋一辈或者两辈或者三辈嘅一啲年轻啲嘅艺人咧，可以有咁嘅胆识去尝试啲新嘅嘢或者。大胆啲嘅嘢，或者突破性啲嘅嘢。今次喺生生不息嘅音乐节目里边，大家真系产出咗真嘅感情，而真系喺舞台上或者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学习。咁我就真系，我老老实觉得，我真系唔觉得，香港歌手、内地歌手嗰种分歧。是有咁大，我觉得完全是大家从音乐里面去说话，大家去通过音乐去了解对方。千禧后我只亲身去见证就是内地的发展是真是一日千里，我好满足好感恩，到到这个年纪都继续可以活跃在音乐和影视圈里面。仲有咁多好嘅节目同埋好嘅歌手合作，咁新一代嘅歌手亦好非常之优秀，咁我觉得自己呢个老人家都算系幸运。未来就系靠一班后生仔，咁我哋呢班比较上有资深嘅人，我哋嘅角色已经系唔同，我哋角色系希望佢哋睇到我哋嘅作品，同埋我哋分享我哋嘅经验俾呢班。后生的人令到他们发光发亮，我对他们的期待就是你要专业，你要做到你最好的，要继续是不停地去学习，不停地去挑战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之前可能做得不是那么好的，未来是很值得我们期待 的一个时代。